摊开，三根手指头放着。这样的时候，你等一下要接化妆水，它才不会滴到都是哈。那你可以用各种方式去压你的化妆水哦哈。那总之呢，我压的化妆水会大约是覆盖我的化妆棉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这样的量哈才会够。然后你一定要这样接，要不然的话你会滴到整个下面都是，结果化妆棉没有水，然后可是你的床都滴到整个都是哈。然后呢，把你换手了，对不对？换手用中指勾住你的化妆棉，好，就这样。那从哪里开始？从额头开始，从额头的中间画圈，画三圈之后往左边移动，再画三圈，再往右边移动，也是画三圈。好，三圈完之后呢，滑下去，滑到下巴，然后呢，从下巴开始慢慢的打螺旋，由内往外打螺旋，打到耳朵的后面，再拉到嘴角，也是打螺旋，打到耳朵的中间，再拉到鼻翼打螺旋，打到哪里？太阳穴。好，然后由上往下的，由内往外的画上眼皮、下眼皮。好，然后呢，嘴角到下巴。完之后拉到对面，一样重复的动作，由内往外打螺旋，拉到嘴角，到耳朵的中间，拉到鼻翼，到耳朵的中间，回到眼睛的中间，眉毛的前面，眼头的地方，上眼皮，下眼皮，鼻翼搓一搓，好，鼻梁搓一搓，然后换拉到右边，对不对？下巴转一圈，人中转一圈，换大圈的哦，脸颊转两圈，然后由下往上，一二三四五六七，拉回来，这样结束。好。